信兄弟开季拉出一波二连胜，新赛季刚开始就有好成绩，而且这两场比赛都有全垒打演出，可说是攻势满点。总教练林威柱表示，到现在为止，球队整体的状况调整得不错，投手表现也都渐入佳境。是开幕战到现在打了三场，我觉得打击的串联，比在热身赛的时候还要再好一点。那投手的状况其实看起来现在目前也还不错。我都要求球员都是一场一场来嘛。对，昨天的事情昨天过了就已经该反省的要反省，但是目标是今天的胜利。对，所以有好的开始，旗开得胜，然后再来就是一场一场去怎么样去面对，怎么样去准备才是重点。兄弟开季打出好表现，另外也有亮眼成绩的，就是阵中的张志豪。去年五月，左手肘韧带撕裂，接受韧带置换手术，相隔将近一年的时间重返赛场，就用全垒打宣告他的回归。面对富邦，连续两场比赛都各自敲出两支安打，长打率高达1.000。最近状况还不错，还在利用比赛再调整一些自己还不足的地方。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在前几场就可以打出来，顺便证明一下我自己去年受伤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努力，所做的一些成果，看有没有一些效果出来，这样很开心能够在前几场就可以打出来。暌违将近一年的时间重返赛场，就需要面对开季四连战，不免让外界担心张志豪的身体状况是否能够负荷。但他表示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问题，只是赛后伸展以及修复有花比较多的心思。今年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稳定出赛，维持好身体状况。未来体育台采访报道。